仗义理财，尽在运通。好，那股票市场要赚钱，不论你操作股票、操作指数，你对法人筹码的结构必须十分的精准啊。那这个不是3年、5年、10年的功夫可以训练而成的啊。我也不是生下来就会了啊，我整整今天在台面上就30年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讲法人筹码结构你要十分的了解，你不是傻傻的跟一些老师涨了就拼命看好，涨了拼命追啊。今年我想被动元件国巨1000多块，很多这些台面老师跟你讲看好看好看好，从1300看到300，华新跟从400每天看好看好，400看到100，矽晶圆、环球晶每天看好看到200，你都很惨了啊，我都很清楚。但赔钱能怪谁呢？对不对？说穿了你也是贪心嘛。你看我怎么带投资人操作的啊？整个筹码结构来，环球晶从600一路警告你，筹码转空转空转空，一直杀到200。200全国投资人，你敢买吗？杀到200，斩钉截铁，报复性反弹，而且公开跟你预告，我有没有带你买？我有没有真正带会员买？你亲眼看一下，哎，10月30号还在210多块，10月30号还在这里，哎，还在200、210，叫你赶快买，告诉你报复性反弹，因为大户在买嘛，法人在买嘛，结果呢？从200、210一路涨到多少？啊，涨到398。邱董事长，你不用说张老师准了，我有没有真正带你买？我有没有让会员赚到？12月3号涨到398，12月4号一早开盘，我跟你讲什么？邱董事长，你认为张老师准不准？啊，10月30号。214块，叫你赶快买。12月4号一开盘，涨到398，一开盘赶快卖。从200、210一路叫你买，到了398，赶快卖，赶快卖。你的老师呢？啊，这里不买，涨到390、380了，一路买，结果呢？今天杀到280了。你听张大文的，从200、210一路买，到398，是不是赚一倍？是不是告诉你赶快卖？398赶快卖，今天杀到280，是不是又跌了100多块？你认为张老师准不准？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没有什么准不准，你对筹码了不了解？就这么简单嘛，好不好？全国见证了，啊，再来合金一样，从26块赶快买。合金跌到25.9，26块赶快买，来，证据拿出来。10月29号全国会员，我有没有叫你买？自己亲眼看一下了，当天美国还重挫嘞。26.5赶快买。30号27块附近赶快加码，平盘下加码，一口气啊涨到46，从26涨到46，哎，涨了70%以上，哎。啊，投资人，是不是一样逢高叫你赶快卖，赶快卖？你的老师呢？上来开始拼命看好，拼命叫你买，拼命买，啊，杀了多少？是不是杀到33块？同样细菌源一样嘛，是不是？像这档是不是警告你，一样嘛，加金一样嘛？你的老师30不买，来到50多块拼命叫你买，对不对？现在杀到40多块，你是不是又满手套了？所以你如果你今天跟着老师让你满手套牢，你自己脑袋要清楚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自己是非不清，你当然要被骗嘛，当然要被害嘛。好，那我今天跟你谈环球晶、谈合金的目的，不是要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我有多准？我只是告诉你赚钱的模式嘛，对不对？环球晶我是怎么带会员买的？什么地方买？从200、210怎么样买？到了398，告诉你赶快卖，我有没有办到？我扣讯都给你看呢，这实在的操作，哎，你的老师拿得出来吗？
啊，10月底你的老师敢买环球金吗？当时还在210多块，涨到398，12月4号一开盘赶快卖，你的老师做得到吗？好，那我今天要告诉你，只是说成功有成功的模式，赚钱有赚钱的模式，怎么赚我们很清楚。那我现在要告诉你，就是错过环球金的投资朋友，你给我听清楚啊，错过环球金大涨1倍的。错过环球金大涨1倍，错过合金大涨70%的，听清楚，啊，机会来了！我讲过未来看好的 5G 商机，5G 未来绝对爆发啊！你给我听清楚，5G 未来绝对爆发，我们不是乱买股票，好不好？那 5G 绝对爆发的题材之下，那这档股票麻烦你擦亮眼睛，凯旋大胜，啊，从90多块，你看到没有？筹码一路转空。崩了6成，崩了6成啊！现在在四字头，刚刚翻多啊！给我听清楚，那这两股票凯旋大胜，未来5G 的商机，我们认为将来都会有大波段的一个涨幅啊！就像当时210多块叫你买环球金，对不对？你不听它涨1倍，那这两股票将来到底是涨像环球金涨70%呢，还是像合金、像环球金，对吧？像合金涨70%，还是像环球金涨1倍呢？好不好？啊，我们觉得未来，总而言之，报复性的反弹，目前四字头，好好的把握，好不好？那一样，这张股票欢迎你今天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来索取这张股票，好不好？来索取这张股票啊！好，股票操作就这么简单，错过环球金，错过合金的。今天我把这档好不好？即将喷出大涨的凯旋大胜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啊，想再掌握这种大波段倍数的行情的投资朋友，那赶快啊，很简单，加入我们的 LINE 来索取这档股票的啊资料。再来指数操作，更是需要怎么样？要有一个啊明确的一个操盘工具嘛。今天不管你用什么工具，你听清楚，你一定要有明确的讯号，绝对不是跟一些老师每天都画一二三四五，画完五还有5之1、5之2，那你画没完没了啊！不是每天跟你讲，哎，开盘跟你讲高点低点，那高点低点代表什么呢？方向到底是多还是空呢？不知道，不是每天叫你要上多下空，准备瞬间重压压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我讲过 AI 城市最大的优点，第一，明确的讯号。第二，预判趋势力道，这个缺一不可嘛。明确的多空讯号，来，全国投资人，我只请问你，这一个礼拜以来，是不是台指从上礼拜对不对9800附近？你告诉我这一个礼拜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讲过指数操作400点就是1倍的获利嘛，400点赚1倍哦。那你告诉我，从上礼拜到今天？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你有没有掌握到400点的行情？你说张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？我不是我厉害，我讲 AI 城市的优点就是这样子嘛。上礼拜大涨到9872，来，兄弟自己亲眼看一下。12月13号导播拉近点，9860转空，12:05，时间价位方向清清楚楚，骗不了人的。清楚吧？啊，转空哎，你说张老师要跌到哪？哎，趋势力道转空，你就不要猜啊！一杀下来，你告诉我获利多少点？获利多少点？最可爱是连获利电脑都会给你计算的，是不是将近180点？一路空下来，是不是将近180点？你需要说张老师你好准吗？哎，血压计就这么清楚，你为什么要猜呢？对不对？从9860一路空下来，这不就将近180点吗？跌下来是不是开始翻多？9691翻多，有没有？你说会涨到哪？你趋势力道多，你就跟着往上嘛。来，接下来12月14号11:10，9691翻多，我没有骗你吧？对不对？一多上来多少点？兄弟，一多上来多少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将近120点？
对不对？赚钱有时候真的出乎你啊，是不是啊？120多点，快130呢，啊，就趋势力道转多。光是上礼拜9860先空180，9691一翻多130，这两趟已经300点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却要说张老师你这么准吗？不，程式就这么清楚吗？那你为什么这里要一路做多呢？对，一路做多赔180，那接下来一路放空又嘎130，何必呢？你跟着趋势力道，你是会赚到波段的大钱嘛？趋势力道转空就这么简单，这就180嘛。9691翻多一路上来，这就130嘛。涨上来9795再空来，邱头的，这不是张老师自己画图说故事，你自己看到没有？力道开始翻空，然后呢，AI 程式转空来，导播。日期照一下，12月17号11:35，9795，空嘛，有困难吗？一路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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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下来多少点啊？100点呢，是不是啊？这不就100点吗？这三趟你告诉我，空多空这三趟是不是已经400点了？这三趟已经送你400点了，对不对？这里空下来100点，接下来呢发生什么事啊？12月18号大跌100点，哎，9712翻多，哎，张老师真的假的？翻多会涨吗？会涨吗？会涨吗？会不会涨？不要猜嘛，9712翻多会不会涨？啊，自己看，涨上来多少点？是不是50多点？是不是快60点？没有骗你吧？是不是又送你快60点了？接下来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回答我，空嘛？来，12月19号9767，是不是空？是不是空？你自己先回答，9767是不是空？来，所以12月19号大涨，我们怎么跟你讲的？12月19号大涨，对不对？加入 LINE 有没有跟你讲？啊，9767怎么样？转空了嘛？你要猜吗？9767转空，你要猜吗？所以12月19号全国会员见证有没有？11:30告诉你，大户程式转空了哦，9770对不对？压力9770有没有来？过了一个钟头还在9778嘞。好多会员打，哎，正好是我被嘎了，被嘎了怎样？啊，被嘎8点有什么关系？因为 AI 程式转空，趋势力道转空，这个行情就是要往下的嘛。昨天呢，对不对？下来转空，20号反弹有没有？再空。所以20号全国会员有没有？10点钟还是空嘛？9695赶快空，到了11点还9709嘞，对不对？反弹还是空嘛？先崩100多点，反弹再空。今天杀到哪里？9556。你告诉我，这一杀下来多少点？是不是200点？那现在手机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下载我们的程式啊，就是说，AI 程式最大优点就是不要你猜，而且不准你猜。做指数你为什么猜呢？跟股票一样嘛，你要跟着大户的筹码嘛。像我们200块叫你赶快买环球金，你不相信，涨到快400，来到400附近叫你赶快卖，你不相信，又跌回200多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偶然啊，张老师，这不是特技表演。200块叫你赶快买，涨到快400，400叫你赶快卖，现在跌回200多，你认为这运气吗？你如果认为张老师这是运气好，那麻烦你去找别人，你不要看我节目。你看我的节目要看出 mega 来。张大文的本事是什么？我对法人筹码结构是30年的功力如何掌握？我不是来跟你讲故事的，不是来给你画一二三四五，我不来这一套。多就多，空就空。来，12月19号你加入我们的 LINE 有没有？你加入张老师 LINE，你看看一早9767转空，12月19号，哎，当时还在这嘛，对不对？还在这里嘛。
还在这里啊，9767还在9800附近嘛，你还不相信会跌，对不对？到今天你自己看，是不是200点一口40000了、啊？没有骗你吧？来，你看手机 APP 从9767空，昨天反弹9675，是不是还空？今天一早96，对不对？今天一早在9620附近告诉你还是空，杀到9556200，是不是214点？今天杀下来，来全国投资人自己眼睛看的，你不要说张老师你怎么那么准、啊？今天早9619还在空，杀下来是不是就将近60-70点？但是杀下来之后在9580附近，请你自己告诉我，是不是翻多？尾盘涨到9667，啊？9580翻多，哎，这又70点了，我跟你讲哦。所以你跟着 AI 城市从9767、19号、9675、9620一路空下来200多点。今天杀下来，大家自己眼睛看，9584翻多，是不是又涨了快80点？你需要说张老师你这么准吗？对不对？自己看一下啊、哦，今天杀下来，自己看一下9584翻多，来，自己眼睛看一下，9584翻多，是不是？一路杀200多点。今天9584翻多，自己看到了尾盘获利，哎，又快80点了，有很难吗？是不是？一路空下来，对不对？整整波段，这一个礼拜就600多点了，这都不要讲，从19号空下来200多点，今天翻多，尾盘，哎，这又快80点了。你跟着大户筹码，你多开心啊！啊，做股票指数为什么要自己猜呢？对吧？你跟着一些老师每天猜谜晚会，来，我在讲过短线的当冲，那更开心。短线 AI 城市，这喜欢做短线当冲的，你把我们 AI 城市拿回去，啊 ，AI 城市短线，我们一分 K 的来，今天 AI 城市短空来自己看一下，一早9:04，对吧？你加入 LINE 有没有告诉你，今天一开盘9616翻多上来9732再空来自己看一下，9:049616翻多在这里，翻多上来自己看一下，获利多少点？大家自己看一下，是不是30点？你不要说张老师准，这是短线当中的。我讲到短线当中，你一天能够掌握50点，你一个月就200000了。你看看今天掌握多少点？一早9:049616空，先空上翻多，力道翻多上来30点送给你。接下来精彩了，导播拉近一点，趋势力道由多转空，有没有看到？9632空来，9:319632空。你说张老师会跌吗？你不要怀疑嘛，会不会跌？是不是？20点，对不对？40点，对不对？啊，40点了，哎，50点了，对不对？70多点嘛，有困难吗？是不是70多点？啊，全国投资人杀下来是不是70多点？今天光是一早9616先短多30点，9632一空下来70点，这两趟不好意思，已经100点了。我跟你讲，自己眼睛看啊，杀下来杀到95，对不对？杀到95几附近。来，开始怎样？哎，翻多了哦，空单下来70点，获利回补，反手翻多，导播拉近一点。9573翻多，10:29。来，9573翻多，10:29，翻多上来多少点？是不是30多点？是不是30多点？所以一早先多30点，空70点，再多30多点。这里震荡一下，短空再来呢，最精彩了啊、哦！来导播，到了11:23，9595，再多，来，会不会赚钱？会不会赚钱？9595翻多来20点啊，是不是？30点了，对不对？30多点了哈，哎，50点了，对不对？60多点了，尾盘呢？是不是投资人？9595翻多，是不是又将近70点的行情？啊，
是不是叫你70点送给你啊？从11:20再度翻多，又将近70点。今天一早先多再空，这两趟已经百点了。我告诉你，接下来翻多又30点，震荡一下，短空再多9595，再多这一上来又70点。今天几趟？6、1、2、3、4、5。五趟的操作，你告诉我多少点嘛？自己看就好了。这不是张老师编故事，所有的用户时间价位清清楚楚。9:40多，是不是将近30点？9:31，9632转空一下来，你自己讲是不是70点？对不对？9573短多先冲30点，震荡一下，9595再多，尾盘这一上来又70点。今天五趟的价差，短线当中。是不是将近200点？你随便取其中一两趟，是不是都轻易、轻而易举的掌握到50点甚至100点的行情？这就告诉你，指数操作你要心魔放两边，不要自己在那边硬凹，好不好？今天 AI 程式短冲五趟的价差，又帮你掌握到200点的行情，这就告诉你操作并不困难，把 AI 程式带回去，好不好？那加入我们的 LINE，跟我们盘中及时分享。2掩护，3稳住抓住桌角，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你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。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瓦斯配管，使用瓦斯要小心，居家安全好放心。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汪姿曼。行驶高速公路应保持安全距离，在国道上，小型车请将速度除以2，大型车请将速度减20。进入雪山隧道时，与前车保持两个蟹形线，或是与前车保持两个消防栓的距离。这是大约50公尺的距离，大型车则需与前方车辆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距离，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，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哦。股市获利的关键不啰嗦，你要掌握大户法人筹码的结构嘛，从200块叫你赶快买环球金，你听不听啊？有没有真正带你买？还在210多块，你不听涨一倍，对不对？来到快400，告诉你筹码出货了，获利获利获利，叫你获利，你听不听？不听，是不是又杀到200多块？对不对？你要听话。错过环球金涨一倍的 5G 商机，好不好？凯旋大胜今年崩了60%，一样目前4字头，好不好？好好的把握报复性反弹，好吧？那这档股票想要跟上的脚步，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， 一起来分享这档股票啊！指数操作更是要掌握 AI 程式交易嘛。这一个礼拜自己亲眼看一下，9860空180，9691翻多130，9795空又是百点，9712翻多有没有60点？从19号9767，昨天9675告诉你再空，今天是不是200点？亲眼见证每一个讯号价位，有图改造假。不要客气，用户，你拨电话进来，对不对？我们赔你600点嘛。今天杀下来9584，9584翻多，自己用眼睛见证了，好不好？
那短线 AI 城市短冲的，今天一早9616多，9732空，光这两趟你告诉我多空两趟就白点了嘛？接下来9573多，9595再多，这又快白点了，投资人。今天 AI 城市帮你掌握多少点？是不是将近200点的行情？好不好？那欢迎大家立刻加入我们的 LINE， 来索取这档凯旋大胜的标股以及指数，盘中跟着我们同步操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订阅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，走到哪看到哪，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，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，随选随看真方便，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 在一起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 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 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 2321-9933。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于106年12月28日实施，基本生活费不课税。107年申报106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可适用。设置税务专业法庭，落实专业审理，